第一个球来一个变化球，但是并没有通过好球带，防守好。哇，连投两个坏球。重点啊，这个问题出现的是他要把球投得进来。坏球。哇，连投了三个坏球。一时之间找不到好球带。坏球。结果坏球连发，连投了四个坏球，保送了黄世豪。结果在满垒的时候，兄弟象队呢挤回了一分。教练团要喊一个暂停，安抚一下。是，所以费古洛先上来了。因为这是在满垒的时候呢，结果投出了四坏球，这是在这个不能出现四坏球的情况下出现了四死球，让三垒上的跑者张志豪是回到本垒得分，黄世豪则是有一分的打点。